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富翁摇钱树赚钱真快速。陈红拉到快涨停板，拉到快涨停板。陈红是我过去以来一直跟你说的股票，今天你看到哇，老师啊，从364.5一路拉到424，涨了59.5。你看懂 K 线的人，那个幅度你一张，你能够掌握到59万。投资朋友，我想你现在看到的是这一波的上涨，1、2、3、4、5，五天而已，涨了59.5，59.5，你一张59,000算6万块。如果你张数多，哇，那了不起了。所以说，当市场都在恐慌的时候，谁告诉你陈红？那你现在看他上去的，有需要这边高兴鼓掌吗？我想也不需要了。很多事情是你必须走在市场前面，就如同现在你看到大盘来到8254，现在每个人都在喊什么？喊说前波高点就是8439，它会过，对吧？现在过去以来，你看到什么？之前在杀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在喊破底、破底、破底。等到涨到快到前面高点的时候，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前波高点会过。而我要告诉你什么事情？8254已经来到我所告诉你的8235。投资朋友，在昨天上个礼拜五7月12号，我讲到什么？来到8220，我说高点叫8235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跟你提到礼拜一如果再度量缩，则为警戒讯号。来一看一下今日大盘拉尾盘，请问量到底是缩还是增？量是缩的，看到没？所以我所跟你讲的东西一一即将浮现。现在你可能会看到一般的坊间大家喊什么？喊说哇，老师啊，这个盘要上去了。哦，老师反而开始担心，因为过去的这一波，人家这边跟你讲说杀破7688，请你开始空翻多，全力做多。你那个时候开始这边喊空追空，好，到了这个地方，你开始认为说这个盘要上去了。万一如果来到相对高点，或是已经到达我所说的目标价，今天当然看不出来嘛，因为今天拉尾盘，那个是假的。所以你说看到今天收到最高点，让你整个心情亢奋，整个警戒心开始松懈，有没有可能是最高点？如果是，那么你的机会到底在哪里？你的危机到底在哪里？你今天看我这块手写的反弹目标达阵，什么目标？8235来到了。那个时候跟你喊的时候，有老师啊，跟我 calling， 有可能到8235吗？进来到8254这一段，请问你做了什么事情？请问你做了什么事情？你有没有买 TBK？ 没有。你有没有买鸿海？你也没有买。投资朋友，鸿海2317的鸿海，这一段看到没？我现在是拿大型股票跟你讲的哦，大型股票都能够涨成这样子，而你却糟蹋这种行情。所以说大股票你如果都没办法赚到钱，你不要说到什么做什么小型股。小型股在买的时候很爽，要卖的时候没有量，你怎么卖得出去？所以我们走开大门走大路，我跟你谈大型股。过去以来我放空鸿海，你再看多一路杀，等到鸿海破到外资开始这边卡目标价，鸿海说要组成大复仇者联盟，我们开始翻多这一段。TBK 你一直说老师啊，外资看衰，欧老师什么？说什么？迎战贴拳席，开始做复仇性的、报复性的上涨，做多，就这一段，很明显啊。好，那所以很多事情是你必须操作上要有环环相扣，功夫、心态、资金。功夫你不会，我可以教你；心态是你自己要建立。我想你看我们节目，我们所告诉你的都是开大门走大路。我们宁可事先讲，
或许当下你会认为说，杠五 calling， 杠五 calling 会吗？等到四号发生了，哦，翁老师你讲的是对的，所以我们希望说建立起这种所谓的公开、诚信、负责。所以我们不希望说每次每个人都看到哇，投顾老师都是属于放马后炮等等之类的，什么看图说故事啊，不要用一竿子就打翻所有的人。有人认真的解盘去告诉你未来的行情，而你要操作的资金的面，你必须去做控管。该怎么样成为赢战股市？资金控管很重要。你如果是之前在底部全力放空的，你上去你就嘎了嘛，你就挂啦。但是如果你的资金能够做控管，有效控管，你才能够在上面最高点的时候做全力一击，做全力大反攻。所以资金控管、心态还有功夫很重要。好，那么我在昨天是不是告诉过你，整个行情的走法，礼拜一如果量缩是警戒，那么我们看到为什么量缩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两个方面。第一个看指标股，2303的联电，为什么讲联电？听说苹果要入股，有没有涨？没什么激励，对，奇怪了，利多没有激励。你如果去看过去的这个股价，蹦蹦涨停板涨停板，其实这个已经反映了啊。所以新闻在事后才出来，那都已经来不及了。如果你因为看了新闻去做股票，那更危险，因为你没办法走在人家前面嘛。只有技术面可以走在前面，尤其是 K 线。还有我们看到什么？2454联发科，明天除权息有没有涨？没有涨，下跌的。那今天的盘面上是以什么股票为主？生技股。所以大盘在涨，电子、金融、生技，电子是后来尾盘来拉的。盘面上是以传统股以及生技股在动。结构好不好？结构其实是不好的。如果再看江波力道，我们发现什么事？今天在3:10的时候是拉最高一波急拉，尾卖跟尾买，均买张跟均卖张，4:9，4:9跟4，是卖压比较重。当时是拉上去的时候，好，拉上去的时候你看什么？卖压重。打下来之后再往上拉，又收最高，均买4:3，均卖4:6，卖压重。10:30拉最高的时候4:9:4，还是一样卖压重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盘面上基本上是属于什么？外资或是法人调节盘，而散户进场盘，懂了吗？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天里面，这三天。是拉光头阳线，光头阳线，光头阳线，有没有连续拉三天？为什么？拉尾盘，看到没？拉尾盘，拉尾盘，拉尾盘。那为什么？投资朋友，为什么要拉尾盘？那为什么量会缩？所以整个情况你要去搞清楚。如果你没有规划，你就不要下单，一样道理啊。如果你没有规划，你也不要上盘啊。所以整个行情来讲，你要知道。为什么他会这样说？好，第一个目标满足点到了。第二个，他会马上跌吗？我的看法是，还要再摸一下。为什么？理由在昨天上个礼拜，我是有跟你讲过，这是一个反弹第13天。好，所以8220理论上是不能够过的，但今天过了，用收盘价去把它拱上去，对不对？好，拱上去之后，我们知道。整个13天的转折是无效的，还要在8天磨到21号。好，牛导师啊，再磨8天要磨到什么时候？要磨到什么时候？我们从另外角度来看，就目前我上次跟你讲过，季线扣底值，以线来看，在这个地方有没有扣底值？这个地方哦，1234567888，八在在待的地方。好，也就是说扣底值在8093。如果接下来这几天的收盘压回来的幅度，如果跌破8093，季线会开始往下弯，那这个时候才会开始出现一个所谓的急速下跌。由于目前的盘面上来讲，你说目标到了，开始出现一个所谓高档震荡，
所以他开始做个盘头。开始做个盘头的一个情况。那我们看到这几天里面拉尾盘做价光头阳线其实是没跟上的。为什么没有跟上？来，投资朋友，为什么没跟上？我们看台子期。台子期在尾盘的时候有没有跟上？没有，留上影线。台湾五十也没跟上。摩台子看到没？收盘并没有过这个高点，收盘并没有过，盘中过，收盘没过。也就是说，你现在看到期现货收盘收最高，那是有点虚的感觉。所以整个盘面上，请注意了哦。如果你目前有空单的，你可能过去底部被嘎上去的，你没有做好资金控管，好，那没关系，记住可以转仓。你如果有多单的，你要做可以，但请你务必谨慎，因为现在走一个所谓这个这一段有没有？就是我画画给你看过的高档盘头的这一段，什么时候会下来？依照我的讯息来做，依照讯息来做。而这一段，你可以称为所谓的机会，也可以称为所谓危机。做对叫机会，反败为胜，财富重新分配；做错会让你过去所累积的获利一次清光，甚至于由盈转亏。所以说，过去的这一波，我们之前在那边跟你喊说反弹逃命波，你如果都没有跟到，现在我要告诉你，目标已经达成了，该到的点已经到了，下面的那一段，那是我要带你做的，也是你必须去把握的。所以，投资朋友，金融指数，我在礼拜五是告诉过你，来到这个地方要空。你说老师啊，涨那么多了可以空吗？涨那么多了可以空吗？今天你再看一下今天的金融指数，今天的金融指数怎样往下做压回的一个情况，有吧？金融指数赚的还不够多，才刚开始而已。所以投资朋友，金融指数过去这一段有没有？三月份的时候，还有六月份的时候，如果这些波段单如果你都没有跟到，那么现在这一段你要跟上。前面两段如果你都在看，后面这段如果你继续糟蹋的话，老天爷要送钱给你，尽量不要赚。那请问你要赚什么钱？台子期我说过了，反弹满足年龄已经到了，我们今天开始布空流仓，8213放空，收8216，被嘎到没关系。8213放空，你看我明天怎么赚钱？你把我这笔单给记起来。有句话这么讲：二是犁头善是泥，善人常被恶人欺。铁打犁头年年坏，未见田中换烂泥。我想只要路对，就不怕路遥远。只要路对，就不怕路遥远。不需要说要因为今天的一个涨跌来去判断输赢，重点是我们去赚未来的那一段。就如同之前我跟你讲过的啊，投资朋友，之前你在喊空的时候，你在做什么事情？一路放空，看空破7688之后，7663开始这样画下句点，空军请等待第二波的指引，有没有？是告诉你要等待，开始怎样做多？为什么之前我们要看空？市场都在看多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决战520，直指7688。你看到什么事？我们是一路放空，有没有？黄金72小时全力放空，你敢空吗？你不敢空。反弹再杀，大举放空，你敢空吗？你也不敢空。我们继续放空，等到端午节，我说放空可以赚双倍。你说老师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你在观望，你在犹豫，你在等待，又下来了。等到你真的想空的时候，投资朋友剩多少？人家已经空最后一段了啊。最后一段空完之后，你看到什么？灌破7688之后，市场全面看空。翁老师告诉你，空军全面达阵，反手全力做多。这是当时的，看到没？我做多，你做空，就一路上去了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第一阶段达阵，第二阶段反弹逃命波的 V 计划也即将完美达阵。接下来 C 计划，请你一定要务必跟上。你的股票如果有套住，应该利用这一波的反弹逃命，好好把握。
有哪些股票该调整的，有哪些股票可以继续抱的，不用客气，我来帮你做解套。股票解套必须要有一套，股票棋局多空赢双倍，学会睡行就能够赚保价差。这本宝典，秘籍宝典，它能够让你预测未来。如果你有兴趣的，我们七月份要办一个教学课程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用广告的时候来做个咨询，我们待会再回来。预防 H7N9 流感，请选购合格卫生禽肉，生熟时寄具应分开使用，避免交互感染。鸡、鸭、鹅肉及蛋类要完全煮熟才可食用。家禽若受病毒感染，宰杀、去毛、贩售的人都可能被感染，请勿违法屠宰、贩售活禽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关心您。成龙投顾翁老师，价值百万技术班专案技术教学大公开，2013年仅此一场，名额有限，速洽专线02-2752-5868，02-2752-5868。成龙投顾就像以推术用术以全理辨弃审视观行度时，翁老师独创遂行 K 线预测学，融合西方财务工程的遂行几何及东方百年秘传的 K 线战法，让您提前预测明天，善用转折，看准一日行情受用无尽，看准三日行情富甲天下。02-2752-5868，成龙投顾值得托付。成龙投顾翁老师，价值百万技术班专案技术教学大公开，2013年仅此一场，名额有限，速洽专线02-2752-5868，02-2752-5868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；嘴气疼，请用气疼五分钟。五分钟，紧顾好。爸爸。欧派清理窗，专利复合式导块，石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.5倍。有了欧派清理窗，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，在家里打鼓也是白用。上阶段已经跟你提到了。整个反弹的目标已经到了，所以这一波确实是嘎到很多空手，因为过去你不敢看，到现在你说啊，老师啊，我空手怎么办？好吧，进去一买。当你一买的时候，如果万一这个地方开始往下做反转，那叫危机。但你如果过去是做对的，你可以等，等到现在时间到的时候，开始全力一击，那么这将是你的机会。所以机会与危机，全在于你的一念之间，该怎么做？跟上讯息脚步，把 K 线给学会。因为 K 线，一根 K 线决胜负，三根 K 线定生死。你 K 线如果你不会看，你是空在这个地方一路嘎过去，嘎到最高点，开始做多，万一下的话怎么办？所以你要把 K 线给学好，不用 K 线，光用不用睡行，光用K 线也是白学啊，所以要学 K 线，必须把睡行给学好。像 TPK， 你看到什么？市场在恐慌的时候，翁老师告诉你 TPK 要开始买了。等到今天拉到快要涨停板的时候，市场每个人都注意到了，涨多少了？已经涨了59.5块了，你只要学会 K 线，你能够多赚100万，这就是机会嘛。当时365.5块。可以买吗？不知道，好像不会涨，因为已经跌那么多了。但是隔天继续涨，395.5还会涨吗？再隔天过400，礼拜四到今天425，几天时间而已，涨了559.5。投资朋友，所以你说操作的过程里面，你会了，你就跟买在底部，上去的时候就开始不用人挤人嘛。
多数的人是这样子，底部不敢买，涨的时候开始人挤人，人追人，对，你们追股票，投资朋友，做股票干嘛追呢？看懂 K 线，你可以轻轻松松布局啊。之前我不是告诉过你 ，TBK 陈红今天拉到快涨停板，恭喜大家，恭贺赚钱，我们会继续赚。TBK 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我想 TBK， 我跟你讲的时候在哪里？市场恐慌，我说什么？迎战贴拳席，只有数据早告知。当时的 TBK 在这个地方，为什么我告诉你说它会涨？投资朋友，为什么我告诉你会涨？我们绝对不是在 TBK 涨上去之后才告诉你说，你看我们有 TBK， 不是 TBK 还没开始涨之前，翁老师怎么去预告你，告诉你，提醒你，它即将展开报复性上涨。我们有 VCR 为证，看一下我的 VCR， 看到没？红三兵 TBK 之前我们是一路看空，我想这个你也知道，我们就不用再赘述了。我们回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没有补最低，因为除完全息之后继续杀。但这段杀的过程里面，你看什么？多方防守失败之后为最后赶底，最后赶底你知道之后，你也知道这叫叫什么线？最后吞噬线。而且呢，整个空间里面你看到什么？过度的急杀，断头之后出现红三兵为多方起攻讯号。请问大量到底谁买的？你如果知道了，那么你就不会砍在低点，你就会掌握这一段机会，有吧？我是告诉你 TBK， 有吧？我告诉你 TBK， 看到没？你不认为它会涨，欧老师告诉你，它就是会涨。你看它涨上去的，所以你说过去以来 TBK 我们在放空的时候，你干嘛做多？我之前就告诉过你 ，TBK 608放空，5月17号，500多块、400多块杀到364。你在看空，我在做多，又上去了，所以你到底要跟谁？如果你有 TBK 的，你想要买，该怎么样进场？如果你有 TBK 放空的人，你该怎么退场？你要跟上我们的脚步，迎战股市。如果你有 TBK 的人，你现在你要绷紧神经，跟上我的讯息。全市场谁能够抓住 TBK 的，就是我。鸿海也是啊。我说复仇者联盟鸿海会展开一个报复性的大逃命，你信不信？你说老师啊，有可能吗？68块8，你认为它不会涨，结果鸿海一路给你涨上去，看到没？鸿海涨上去的，今天鸿海还继续涨。所以说这一段过程里面，为什么你没做到？过去你买鸿海的，一路杀一路接，到最低点的时候砍在地板上。那不是很可惜吗？你为什么不跟上我们的脚步？鸿海什么时候要买？你要跟上我的脚步。我想解套有解套的技法，物质云幻年，有没有？很多方法，就像宏达电一样，200块以下大作战。那宏达电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买？如果不可以买，你要等一下；如果可以买，我会带我的会员做切入。所以，如果你有宏达电的人，你想要解套，你要跟上我们的脚步。你如果继续看，继续等待、犹豫、观望、冷漠、找借口，那会让你错失很多良机。就跟先跟你讲过的啊，明轩技术面选股有没有？上个礼拜是讲过明轩，今天涨的突破，看到没 ？K 线看得懂，赚钱没烦恼。今天拉了3.5块，技术面选股的好处在这个地方，简单，它就是力量。学会 K 线，你就能够选股票，就像这个股票一样啊。一粒电，礼拜五没有动，结果礼拜一开始动了，拉涨停。为什么？全部都有讯号啊！你看得懂的人，你要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。投资朋友，从我们的技术书来告诉你什么？墓碑线横向整理，量价稳量缩为反弹，有没有？横向整理，价涨量缩为金金涨，看到没？价涨量缩。这在我们的第189页里面有提到，还有，所以学真功夫，搏技在身，积财千万不如搏技在身。三星也是啊，为什么礼拜一不动，礼拜二不动，礼拜三不动，礼拜四也没什么动，好，到礼拜五开始动了，礼拜五涨停，今天继续涨停，为什么？理由在哪里？理由在这个地方，秘密在这个地方。
你看懂的人你就知道哦，原来他会因为这样的情况而开始展开出大反弹、大上涨，看到没？所以 K 线它所透露出的讯息都有一些密码跟一些语言，你看得懂的人，你就能够掌握这个机会。所以 K 线胜算靠睡行，多空双向任我行。想要搏翻身的，你非得做不可。做什么事情？跟上我们脚步。我们七月份这个月要办这个技术教学，如果你有兴趣的，你可以跟上我们脚步。目前我们是股票、期货双主流、双引擎，帮你加快马力，加快赚钱，跟上脚步。利用广告的时候来电做咨询，我们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新北复都新核心经典 NY 普质，交到市中心捷运三站零距离，黄金十字轴，台湾电影文化中心千坪生态园区，顶级音乐泳池，优美琴键立面，超级景观40坪，绝版收藏珍稀席次，饭店式国际寓所 NY 普质，贵宾专线2276-6608。成功投顾翁老师，价值百万技术班专案技术教学大公开，2013年仅此一场，名额有限，速洽专线02-2752-5868，02-2752-5868。股市投资，谁可以让您利空频传时总是动如机先，利多出尽时总是高档获利？成通投顾是一家具有证券及期货双证照的投顾公司，拥有最专业的分析师群，最资深的研究团队。无论您是想要投资股票或期货，将不用在股市中单打独斗。成通投顾带领您比别人早一步迈向财富人生。成通投顾值得托付。02-2752-5868。师父，这次取经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事。别担心，这次出国前我有先做出国登录了。